亲爱的观众大家好，我已经喝醉了，我现在是在抱这个大坛子喝了一坛酒，你相信吗？啊，我现在是在茅台镇的一个茅台酒一个酒店，一个酒店呢，我一会儿要问问这个酒店的老板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那个装饰装潢。你看我现在茅台酒我真的是没有见过，我在国外很少见到，就是包括洋酒法国酒啊意大利酒啊或者是西班牙酒，它没有这样的这么棒的一种。你看好棒，哇哦，这个简直是绝了。哇，我让这位，您是茅台人吗？啊，是我们直接在茅台本地人了。本地人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刘，我叫刘，哎，对。啊，你给我讲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这是谁设计的？为什么是这样？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茅台镇的话，高厂高厂酒，就是高厂的话就是许多年，就是高厂很长时间的那个酒。哦，高了很长时间的酒。对对对。有多长时间？这个我们这15年的。15年，那个呢？那个这个时间更长了。这个是收藏，这个是老收藏酒了。收藏叫酱香珍藏，这个叫什么？大红袍。大红袍是茶叶。这个告厂。告茶。对对。告藏是收藏吗？对对对对。这跟西藏没关系是吧？不一样。我让我想起了，你看我穿着这苗族的哈，红的黄的这种告藏。那么这种你们是对外销售吗？也对外销售，对外销售。这个大概有多少钱？这个我们就是存放的年份比较长的话，就是酒质的话就比较好，价格就要贵一点。多少钱大概？这个的话，大概老板大概多少钱？过来点。这个酒的话，我们正常在市场上我们就要卖这个3斤的，要卖只能卖1000多。1000多块钱这个，哇，好吧，哦，吓死我了。这个是一个模块。这个呢，还。你看它有个小锁小钥匙。这个是封藏起来的，封藏它是加一把小锁。封藏。对，把这个锁把它加起来的话，就放在家里就可以把它封藏。就说因为它这个坛子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是个陶坛，陶坛呢，它把这个陶器的陶瓷的。对，陶瓷的，陶瓷呢，这个它这里面呢一些产生一些微生物呢，这个酒呢它一些不好的杂物啊，它就分流了。真的还有这个作用？对对。哇，太棒了！所以都是封藏的，所以拿一把小锁把它锁起来。是啊。就别人都开不了，只有你开。那么最长可以藏多久？100年、200年？100年、200年都可以啊。都没问题。而且你如果是这个酒，比如我现在今年封藏的，5年、10年的，你再过20年，这个酒是身价百倍。对，这是越老越好，越老越好。你喝过最老的酒多少年？过来点。我喝，80年的。80年的，哇，什么感觉？很黏的。哇。很滑的。是不是喝完以后它那个酒度比较浓啊？酒度一点不浓。一点不浓。轻而淡。真的。轻而淡。醇香，飘香非常好。对，我也喝过，我在德国一个朋友给我喝，也是大概差不多有100年的，那个白酒，你闻到那种果香，简直不知道怎么出来，喝起来特别清凉，是不是？清凉的感觉。对对对。那这是谁做的？这罐子谁？这个罐子是我们这个罐子在四川有，还有这个宜兴有，景德镇用的是青花。对，景德镇很有名。是用的是四川自贡的这边，自贡的坛子。好棒，有龙是吧？龙凤。有龙。哇。经典的一个封藏吧。经典的珍藏。对。你们有多少种类的？我看了好多，有多少种类的珍藏的这种？这种有不同不一样的，好多。有多少种？我们这里就有几十种了，有很多陶坛了。就供顾客可以选。那你这是摆设呢还是销售的？这个销售也可以销，对，摆设也可以销售。是吗？哇，销售这种大坛子一坛能装多少？一吨呐、哇，那种大坛子太棒，我太喜欢了。这个抱怎么装运啊？这个大坛子都抱不动的。这个怎么托运啊？我天哪！这个不托运，这个是放在这里存放的。那你怎么拿过来的？拿过来，我们是通过有这个吸管的。吸管啊。吸管，吸上去。哇。对，它这有这种仙纸封密封的古老的那种方法。两层封。哇，这里有酒吗？有酒啊。哇，什么酒？就是茅台的顶级酱香酒。哇，太棒了！哇。